跑第二，第三名就黄隐劲区跑甩晒噶啦，无敌跑第四。 拍宝再帮蔡汉赢马，继君河之后，跑人马真系零舍唔同嘅，冲都冲得劲啲嘅，杀低咗只大满刀灵明珠，第三就系都落好多飞噶�啦，黄金劲区，咁但系只系能够跑到第三嘅啫，第四就系无敌，二搭七嘅连人位，临尾回少少飞啦，八十七蚊，真系冇睇错啊！子健啊，头先你一路话二六七三只啲飞系。 硬净啲嘅三只，燕飞都系啊，呢三只而家就系呢三只，诶，战绩啦，咁今日都追得好好啊，佢都跟住阿刀灵明珠上噶，刀灵明珠系蚀得多啲咯，源头嗰位四系啊，三四碟之间，咁佢啊，如你所愿啊，出闸慢咗，咁啊顺势一路跟住佢走。 唔系话特别快嘅步速啦，咁但系两只马喺外边冚上嚟咧，就真系好犀利嘅。你见反而早啲出头嗰只无敌又翻到嚟，又唔系咁多。佢早段用咗想克服嗰个外档咯，但系就今次系奈则多马顶咗咯，即系头先行圈都已经讲咗，所以今次翻到嚟就冇咁多咯。你甚至乎刀灵明珠都初头想克服个外档噶，但系哇，见奈则咁多马抢都冇得抢啦。 都要拖翻去后边啊！第一拖后边就好难摄得到埋去。系啊，佢都真系走三四碟嘅啫。如你所愿，即系泥地千二啊，又系坚到不得了啊！不过要跑日马啦吓，又唔好跑湿泥喎。佢都好得意嘅，呢日马跑湿泥又唔得嘅，夜马又唔系几掂。 湿泥当第二条跑道咯，系啊，同埋其实佢今日出闸都系惯常嘅话，唔系特别快嘅啫。慢啊，直头都，不过就冇嗰只马龙王子慢得咁紧要。嗰只就直情系意外嚟嘅，即系。佢啊，都系慢嘅啦，不过。同辈冇上次咁核突咯，出闸嗰下。恭喜马主啊，关伯豪先生。咁啊，柏宝翻到嚟之后赢两边都系靠蔡有汉，君河如你所愿。 睇下会唔会多啲关照啦，蔡汉。咁啊，蔡汉今届都好关照好多唔同嘅骑师嘅。系啊，今季啲饼都分得几匀。系啊，柏宝咁都冲翻嚟，咁都有两边两块。柏宝冇佢都几系。咁今日柏宝都仲有啲云嘉良，唔知系咪谂住即系可能都俾佢封云佢跑，希望帮佢开斋。不过原来礼拜三已经开咗斋。 睇下会唔会可以起孖添啦，柏宝今日一阵间嗰只左右逢源都系热门嚟。系啊，嗰只系胡须马房啊。系啦，我睇咗个颁奖仪式，颁奖啦。今日两项杯赛啊，呢场啊，今日嘅第一项杯赛，中华总商会杯。阿宝，佢都好开心啊！见到头先个钟点啊吓。
招牌式的庆祝动作。以往在天狗剧的时候他都成日做出这个庆祝动作。其实当然是很奇奇，大热门马魔法神采，看看怎么赢。七档起步，七档给银子弹轻轻挨挨，他都是后的不嬲都。前面顺利得胜，抢两步，哇！见埋变咗身重顶住，又抢唔到啦。佢都利明珠喺外边啦，而家白鼻箍。嗱，无敌都三叠噶呢度。太阳海岸呢个时候叫做有啲遮落，不过一阵间埋埋去顺利得胜前边咁啊，冇理由。但系都利明珠佢仲走得外过去啦，四叠咯，四叠去沿途，所以都应该影响不大。所以就係話啫，如你所願，好位咯嗰、那個，雖然慢咗。相反失望啲銀子彈啊，真係跌飛一遠啊，好似都冇乜走勢。今年都好似差啲喎，表現都。其實順利得勝直路都唔多啦，又係諗住佢有機會啊，呢度就守住個位置都唔錯，打落去。呢度到你落嚟啲手勢都好似空有成竹噶，但係一拍波一上嚟一冚過去咧，就真係沿途俾壓住嚟衝，都唔夠佢衝啊那時。黄恩景区真系演出稳定嘅，好少甩嘅，真系快啲。准啦、啊，呢、這个班子系准啦、啊，不过都唔超啦。咁啊，嗰两只叫侧身啲啦。黄恩景区嘅较为年纪大啲，福报员不派彩作实噶啦，跑第一名二号如你所愿啊，道人派59.5，位置派19蚊；跑第二名七号都灵明珠，位置派15蚊；跑第三名六号黄恩景区，位置派。